现在时间来到了儿童节的下午时候4:23。那刚刚我们所听到的呢，其实非常都会成人的感觉，莫文蔚的电台情歌，紧接着首播林凡痛痒。别抱有太多幻想，别抱有太多欲望，让自己心情少了一些空欢笑。如果是真爱，更是值得商榷，那一定很理想。不要轻易的怀疑，不要轻易的放弃，你在我心里还曾有的默契。我一度以为幻觉才能如此的残忍，要重复多少，要积累多少，才能像这样彼此的相遇。其实我知道，纵然你离去，有一种经历这么死心又塌地，都在说爱爱爱会随着时间磨灭，把幸福变得绝望，但只有爱是真爱，就算忍让对方还是两败俱伤。不要轻易的怀疑，不要轻易的放弃，你在我心里还曾有的默契。我一度以为幻觉才能如此的残忍，要重复多少，要积累多少，才能像这样彼此的相遇。其实我知道，纵然你离去，有一种经历这么死心又塌地，都在说爱爱爱会随着时间磨灭，把幸福变得绝望，但只有爱好的。刚刚我们所听到就是林凡即将要推出第三张的个人大碟，然后包括了11首爱情的交响诗当中的首播主打作品《痛痒》即将要推出咯。